记得这种情况发生，不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，好不好？你隔壁的朋友就会发现了。哎，一坐下，哇，那是很尴尬的情况。来，不差，好不好？不差，有没有？哎呦，哇，蛮多人跟你的想法一样，直接一拉就回家了。是，到了家，到家再说嘛，对不对？OK， Iris 又轮到你了啊，两出局，好不好？四个答案出来了，来 ，Iris。 哎，考虑了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没有答案，不好意思啦，三出局，我们到那边去好不好？好。什么？我还带笔记来，我一定要看一下这一张，真的是要来抢10000块。哎，他写完之后还划掉，对，不对，哎，不好，刚刚答掉了，不好。 全部都回答过了，真的哈。但是你还，我们还有两个答案在上头。对啊，有没有答案？纸啊，找报纸。找报纸，卫生纸。你说厕所没有卫生纸，刚好有报纸在那边，是不是？对，他刚刚好带了一份进去看啊，看完之后，哎，没有卫生纸，就直接撕下来，好痛哦，屁股。其实这个，如果你带报纸、带书都有相同的效果了。是没有说，那为什么不直接带卫生纸？ 就忘记了嘛，他assume里面有嘛，来找报纸有没有？哎，没有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啦，来，哇，第一个没有答出来，哎，不，其实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答案，你是你怎么办？我跟你说，通常人家到厕所会有带钱包，对不对？一打开，啊，信用卡吗？你以为是刷卡吗？还蛮像的，是不是？刷卡机，不对，你们刷了，他们要抽手续费哦。 我刚想到是现金啦，你知道那华盛顿拿出来，让他脸上也是可以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答案有没有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来看第一个答案是什么？用水洗嘛。你们没有想到这个吗？对啊，用水龙头啊，是不是？如果说厕所外头没有人，公厕没有人的时候，3秒钟跑出来冲一下，裤子再拉上去就 OK 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动作没这么快，小心跌倒。好，我给第6个答案哈，我们就留着。嗯，好，给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来猜。好，如果你来猜对的话，就有机会抽取华航洛杉矶台北来回机票1张。好，那我们第一回合结束了，来看看两队的分数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加台联队所得到总分是0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来。好，我们美信商务所得到的分数是56分。56分，多少分？第一回合胜出的时候，我们的美信商务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奖品？他们可以获得魏王食品提供价值36元来排骨鸡面和麻油鸡丝面各1箱。好，第一回合结束，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抢钱战斗营 ，Show me the mone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医护兵佐佐。 我们即将于4月7号到7月7号中间举行人气医护兵网络票选活动，喜欢我的朋友可以去我们的官方网站上投我一票，不仅仅你可以选出你心目中的人气医护兵，也可以获得台北到洛杉矶的来回往返机票哦。记得投我，快投啊！少惹我，跟你讲，不要那个 Brad Pitt 的造型。等等等等，不是爆我不录，记录记录。今年单身。California 哎，你们离我们一下好不好？抢钱战斗营 ，Show me the money， 耶！好，这个悠悠啊，我今天发现你的。 造型很蛮特别的，是不是？这一招是头还生羽毛了我，是按照那个电动玩具里面春丽的造型去做的。少惹我，跟你讲，还绑一个，不觉得很好看吗？谁帮你弄的？不错哦。米黑啊！哎呦，他怎么我每个礼拜都一样嘛？是不是？你继续跟他抗议。这叫偏心啊！你看电视的话，你就知道下礼拜我要那个 Brad Pitt 的造型，好不好？哦，那先要他的脸好了，好不好？<笑> 有没有整形公司愿意来 sponsor 一下？我要变 Brad Pitt 好吗？好了，不要再开玩笑了，马上进行第2回合的比赛。但是在进行之前呢，一样看一下第2回合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奖品。好，第2回合所提供的奖品是由胖胖咖啡新天地提供价值50元的餐券，位于 Diamond Bar 的新天地是一家道地的中式料理复合式餐饮，里面有台式小吃，还有北方面点。
都很好吃，你都可以去试试看哦。所以那边不错哈，你不管是台湾来的、国内来的，去那边都可以吃到你喜欢吃的东西，真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的第二位的队友，请到前面来进行抢答。这个美信商务很爱不按牌理出牌，真的。我刚说第二位，他站在第四位，是按照高矮排站，但是不见得是第二个了。我真觉得 Harry 大哥有一点可怕。哦、是啊，他真的蛮高大 的，除了矮过那吉祥物之外，他的眼神非常的有杀气，有没有？他的眼镜就是为了要遮胸，真的遮掩他的杀气。好，你第一次上来哈，所以说不要欺负人家。哎，不，应该是你不要欺负他。来，我们把手放在台上哈，等我念完题目说请抢答的时候再抢答，好吧？哎，准备好了，请问。提到洛杉矶，你会想到什么？请答，请抢答。哎，我说要说完，请抢答再。我们的孙小姐超可爱，还在旁边讲 yes， 我抢到，我抢到，对我一听完题目就按，我管你。OK，Henry， 给我个答案。Disneyland。Disneyland， 一定的嘛，来洛杉矶一定要去，对不对？这也是我第一个想到的答案。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。就是 Happiest Place Disneyland， 有主题乐园，但是它不是最高的哦，所以说我们的孙杰还有个机会，他表情很惊讶，对，我想的也是 Disneyland， 怎么办？那你要赶快想个别的答案给我，没有笔记可以做了。洛杉矶会想到什么？来，五，好莱坞，好莱坞，哎呦，这个也还不错，这个答案，来，好莱坞有没有？有，不好意思啦啊、哦！我们来问一下，您想要继续作答，还是让美信来回答？继续作答，继续作答，是不是？他想一下，考虑一下啊、哦。好，那请回去，对，先休息一下，谢谢，好不好？有机会啊、哦，不一定。来，哎，真的很用功，我真的觉得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一人拿一张纸在写，非常想要赢。来，我们看一下第三位江队友，环球影城。环球影城来不及了，主题乐园已经有了哈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一下，好不好？环球影城有没有？啊，都包括在主题乐园里面。不是，你们不能埋头写，知道吗？也要看一下上头啊。哦，主题乐园。来，那个潘美辰的妹妹潘美香。香姐。名牌店。名牌店，洛杉矶想到名牌店，这个就是标准你们女孩子的想法。比佛利山庄嘛，对不对？你有想到吗？名牌啊， okay. 我到哪里都可以想名牌店。去拜过家没有？到哪里都可以想。名牌店有没有？没有。这就已经两出局了，你们就一个答案了，是不是？快快快，加油一下好吗？快快快！我们的张大哥，今天您的上镜头了，来。我想海滩。海滩没有错了，洛杉矶我们大家看电影上不是好莱坞就是海滩。我来洛杉矶时候晒的，你看这越来越有洛杉矶的，你真的越来越多翻了，对啊，好不好？海滩有没有？有4%。哦，所以说我们的薛队长应该有一个很好的答案给我们了。中国城，洛杉矶想到中国城，哎，真的哦？真的吗？你没去过中国城？到哪里都有中国城，不是吗？好不好？下次有机会，我们带你去中国城瞧一瞧。好，洛杉矶中国城了不起的了，来 ，Chinatown， 没有，不好意思啦，哦，三出局，我们要把机会让给隔壁了。大家都是洛杉矶本土，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后面那个不见了？等，不是报我不录，记录。不要使性子，不要使性子。其实他也还不错，那跟报蛮像的。他就是刚刚的报吗？没有，我们的报他那个行程很赶，所以他就赶场了，他已经往洛杉矶机场的方向去了。那他们刚要签名，所以我们紧急号召了一个新的队友。比我们两个还红，真的也好红哦。赶场去了，是 OK。好，那你们有没有想到什么答案？讲到 LA。L.A. 你会想到什么东西？比佛利山庄 ，Beverly Hills， Beverly Hills。偷我的答案来用，真是。你刚刚真的讲出来，不见得对哦。真的耶。哦，他讲的不见得对哦。哦，好不好？提到洛杉矶，你会想到 Beverly Hills？ 没有，随便讲讲的啦。好莱坞就讲掉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回到中间。哇，还有三个答案。真的也好多。你在台湾的时候听到洛杉矶，你想到什么？
我在洛杉矶吗？我在台湾的时候。哦，我在台湾的时候听到洛杉矶是什么？他们就说，如果说你要学英文的话，不要来洛杉矶，因为洛杉矶的华人比外国人还要多。所以讲到洛杉矶，你会想到华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这种答案，好不好？第二个答案是什么？阳光，对嘛？我刚刚对不对？嘛，我都晒的。以前张清芳就有首歌啊 ，California 的阳光。不好意思，今天嗓子有点不好，下次来模仿张清芳。阳光不错嘛啊！我们来看第四个答案是什么？啊，对嘛？有没有看篮球的？男生，男生有没有看篮球的？他们最近都沉浸在那个林书豪的那个状态里面。对，提到洛杉矶，就想到尼克队。哎，这样不太对，好不好？OK， 洛杉矶是 Lakers 啊，大家应该都会想得到。那我们第五个答案就留着啦，给电视机的朋友来回答，好不好？看一下你们讲到洛杉矶会想到什么东西？可以抽机票哦。OK， 第二回合结束，我们来看一下两队的分数，好不好？好，加台联所得到的总分是46分。46分。我们美信商务所得到的分数是16分。16分。所以第二回合可以赢得我们的胖胖卡费新天地所提供价值50元的餐券，就是我们的加台联队啦，恭喜他们！好，哦，那现在我们就要准备进行第三回合了。对，哦，第三回合的分数 double， 所以两队都还有机会，加油，好不好？不要放弃，好。OK， 那在进行第三回合之前，一样介绍一下会得到什么奖品。好，第三回合所提供的奖品是由 Coast Beauty Fountain 所提供的 Online Story Gift Card 5张，现金点数价值125元。哎呦，它是保养品，而且它萃取了自然的花草，还有海藻植物成分，然后融入了天然的花香，让你的肌肤可以保养的时候又很舒服哦，好不好？啊，平常忙着上班，也要让自己漂漂亮亮的。哦，125块钱的，希望你们两队都有机会拿到，好吗？有没有信心？有。OK， 那我们请我们的第三位队员到前面来进行抢答。哇！你好，你好。哦，先礼后兵哎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是张凯。我是友友。今年未婚。太好了，等一下我们就去吃饭吧。不要，好客气啊，这两位。来，我们往前站一点，你这么远，你会按不到那个东西的。Okay. 来，我们把手放在这边，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喽。我问完题目之后说，请抢答，就抢答，好不好？ Okay. 请问，去哪里玩是只能看不能摸？抢答。妹先生，他刚才想说去哪里呢？去哪里呢？你是不是一直在偷看我们的女主持人？没有，我是在想说你什么时候再说要抢答。OK， 来，可爱啊！来，江姐，去那个博物馆 museum。哦，博物馆是只能看不能摸的，摸的话可能就要被抓了。我想真的，来博物馆有没有？第一名，第一个就是了，好不好？哇！请不要那么兴奋，告诉我你们要继续作答。Yes， 好。他们要继续作答，好不好？哎 ，Max， 请先回去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这边，来，潘小姐，潘美辰的姐姐，潘梅香，来。来，五。电影啊，电影，电影。电影院，对啊，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只能看，不能摸。对啊，你摸得到什么东西？最近3D 电影常常会这样子啊，你就会摸到前面人的头。我丢个一个石头出来，你就想伸手。前面人就觉得你很烦，说谁在摸我的头？没有，大家都一样伸手。电影院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答案。电影院有哎，真的哎，他们现在越来越会，你知道？哎，你们离我们一下好不好？看看，有一种被排挤的感觉，你知道？来，张先。蜡像馆，蜡像馆，蜡像馆可以摸啊？对不起，我偷摸过。我也是，我就觉得这个，因为上次我去的时候，我看到那时候看到安吉丽娜裘丽，你知道的蜡像太漂亮了，真的很漂亮。我跟她照相的时候，我手还搭在她肩上，我偷摸一下吧。真的，可以换吗？应该是不能摸，可以换吗？蜡像馆有没有？没有，所以一般人应该是很守法了。对了，我大家都有摸过蜡像馆的蜡像，我相信是这样子。好，来，徐队长，脱衣舞秀，你说是那个
我不是很想。有钢管的那种地方，好可怕，真的不愧是我们队长的答案。真的不能摸吗？薛队长真的不能摸吗？在我们看，先不要问这个，看答案之前，你真的没摸过吗？我没有去过。对麦克风讲，我没有去过。这一句话是说给老婆听的，真的，好不好？脱衣舞秀。